大家好，我是大军，我是不是瘦了？哎呀，昨天姑娘啊，闹一宿啊，就是好像害怕似的。我是实病，昨天去医院看完了，是不是有点虚病啥的？完，我是口腔溃疡一个来月了。哎呀，姑娘啊，你好了咋的？不哭了？哎呀，明年回你姥爷家了。给丹丹下方便面。丹丹不吃油包，多少铜管跟他一样的。不放油包的方便面，这玩意儿不放油包，你说多难吃啊？得放点油包，油乎的。来两个小袋儿的，我一会儿煮疙瘩汤。来啦，方便面。闺女。八个月了还不会做呢，你看这小腿又给你扔上了，这小腿呢？你看我姑娘往前爬的，像曹贵人似的。切点牛肉粒儿，带点肥的好吃。少来点油，一会儿咱们还得加方便面的油。姜牛肉粒下里煸姜，葱花，胡椒粉，加入清水，少许生抽，少许蚝油提鲜，精盐，这个玩意儿可放可不放啊，因为媳妇儿不吃这玩意儿，我给它倒出来了，我就吃的。来点味素，来点黄瓜丝儿，这玩意儿才清着呢。来点韭菜末提鲜，这个东西吧，有的哥们说怎么还搞韭菜呢？这个东西你爱吃啥都可以搞，你可以搞点尖椒丝儿、大白菜丝儿、酸菜丝儿啊，都可以。我就喜欢韭菜这种鲜嫩劲儿，哎，搞点韭菜你看看，别有一番风味啊。这要冬天啊，来一碗这玩意儿，搞点小黄瓜丝儿、小红油炸锅，哎呦我的天哪！我就不说啥了，太咸了。明天媳妇又回老丈人家了，我感觉这孩子跟这屋好像不服，这屋一回来指定是哭闹。哎呀，这昨儿干俩折磨的，四点一直熬到六点，你就咋哄没有用，就闭俩眼睛好。哎妈，那是又着急呀，着急心疼，手忙脚乱。让他回我老丈人，找个人给瞅一瞅，看一看。他真没办法，折磨太折磨人了。孩子也遭罪，我们也跟他遭罪呀。又我自己搁家了。啊？咋的呢？你看姑娘这功夫起来，当时该多好啊。那你得看晚上他闹不闹啊？要闹，你不就得回去让他去瞅一瞅吗？要不闹，今晚不闹就不回去了。今晚不闹就不回去了，顺茄子。这小早餐暖胃，早上起来喝一碗老舒服了，特别你当晚喝多了啊，第二天整一碗汤，漂亮。但下面条，我以前喝多了最爱吃啥呢？酸菜肉丝、香锅、下面条也好吃。哎，行油也行啊，咖喱。行了，赶紧吃，吃完饭带着下去溜一溜吧。早上一个小早餐，拜拜。